迎收睇《上進生活》，我係 Connie 黃子瑩。馬季接近尾聲，大家都關注住冠軍人馬獎同殺科戰嘅情況。其中冠軍人馬獎嘅最佳短途馬得獎馬匹，結果都呼之欲出啦。因為呢一隻馬喺今季嘅表現可以話係史無前例咁勁啊！佢就係有型格。今日能夠有機會嚟到馬房呢一度探下有型格，全靠馬主嘅邀請啊！喺我身邊嘅就係馬主楊毅 Daniel 啦 ，Daniel 你好，你好 Connie， 首先要恭喜你啊，相當之厲害啊！有型格咧喺一季之內贏出香港、新加坡同日本國際一級賽嘅香港馬喎，可以話係史無前例。除此之外，亦都咧將會係穩奪呢一個嘅冠軍人馬獎嘅最佳短途馬。作為馬主嘅你，有咩感受呢？咁梗係好開心啦！即係格格佢本身，即係我哋自己覺得佢今年嘅表現就係超乎咗我哋嘅想象。講緊你覺得呢隻馬係一隻點樣性格嘅馬呢？即係你其實依家睇佢咧好乖嘅，啊、但係咧如果佢行出去咧見到其他馬，同埋如果佢帶咗自己嗰個眼罩之後咧，佢就好興奮，佢好似好想跑。佢本身佢內在鬥心咧，俾我嘅感覺咧就係真係好強，因為佢見到有馬喺佢前面，佢就會追。有型格係好潮添嘅喎，自己有個 fan page 嘅喎。嗰個就係一個美麗嘅誤會嚟，因為我朋友幫我整嘅，應該係喺國際賽贏咗之後咧，就大家好興奮，因為佢贏得好精彩。咁咧就要 share 好多相俾大家。咁我就俾咗一個朋友，咁我朋友就話：不如我幫你整個 Facebook 啦。咁就呢個 fan page 咧就可以等大家睇曬咁。就自此之後咧，就不停咁 upload 啲嘢上去，就開始越嚟越多啲馬迷會去睇呢樣嘢。咁其實我哋開始整嘅時候咧，就真係冇諗過咁大迴響。咁除咗個 fan page 咁潮之外咧，我留意到一樣嘢啦，就係我一呢個馬房咧，見到人又著住一件好靚仔嘅衫嘅喎。邊個設計嘅呢？其實我有一個 designer 幫我哋設計嘅，因為咧贏咗個高松宮之後咧，就大家好興奮，咁所以咧就為咗慶祝，就做咗一件咁樣嘅 T-shirt 去俾曬馬房手足，就當係大家當係一個自己一個紀念咯。咁嚟緊咧就殺科戰㗎啦，會唔會當日都會約埋三五知己咁大家一齊慶祝下？會啊，我哋訂咗台同埋即係我哋有馬出咁。等希望嗰一日都有一個完美嘅句號咯。咁我知道咧，你哋就輕鬆慶祝啦。但係對於練馬師嚟講，佢哋真係鬥到最後一刻嘅喎。有冇話睇好邊位啊？我自己覺得咧，應該係裝曬即係賽內會機會大啲，因為佢有好多明星馬咧都仲未用，咁可能今季即係佢會後來居上。期待有型格喺嚟緊一個馬季咧，有更加出色嘅表現。多謝曬 Daniel 今日嘅分享 ，thank you very much，thank you。咁大家要注意啦，七月十號咧將會係冠軍人馬獎嘅頒獎典禮。至於七月十二號，將會喺沙田馬場上演今個馬季最後一場賽事，千祈唔好錯過啦。六月二十一日星期日，沙田第七場賽事第三班千二米一出閘，應聲彈出嘅係愛寶，從愛蘭殺入愛蘭領房。奥斯卡一早就已经守喺爱兰嘅第二位，而健康欢笑同埋奥飞星分别系三四位。转弯入直路，爱宝企图走甩，莫雷拉推骑奥斯卡加速。最后200米，奥斯卡已经弹甩三个马位，健康欢笑力追，爱宝依然保持走势，莫雷拉按脚，奥斯卡轻松大胜而回，健康欢笑跑入第二，爱宝放入一直跑第三。奥斯卡超级嘅质素，相信来季可以更加发热发亮了。